第四个，资格赛也是最后一轮的资格赛，第一个提示请看，5秒钟。不可能的任务，这是一部电影，第二个提示请看10秒。暴食，你是做噩梦是吧？暴食不可能的任务，5个字对不对？你说答案是5个字的，对，来你说，汤姆克鲁斯，他为什么去暴食？因为你不会发现他不可能任务有很多集，他是不是都在悬崖，会要抱着石头，你要这样攀上去，所以他有很多暴食的动作。汤姆克鲁斯，如果我们请揭晓，错，我们的答案几个字？2个字，答案只有2个字。第三个提示，请看15秒。安全吊带，不可能的任务啊，2个字。肖东文，你有答案了，一样。跳伞，对不对？跳伞，是否正确？全场都笑了。吴妈明珠，你的时代来临了。看完他，我看啊，这个有一句话我们常说啊，自己没有本事就要等别人出事。哎，真的哎，你现在只有等吴妈明珠看到第四个提示还是不知道，除非，来第四个提示请出来。公平，时间到，吴妈明珠说，攀岩是否正确？恭喜大家。好，马上进行我们的吴明珠女士，她的九宫格攻略战。漂亮，恭喜！台北医学大学，北京，哎呦，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博士。哇，你好棒哦！属于她的九宫格题型，我们让她一次看清楚。来，请看吴明珠的九宫格攻略赛题型，分别有。养生喝茶道，心肝脾肺任考，奇妙的药材，医师家务通吗？丈夫怎么来的？中华美食，女人香，星星旅游城市。高一哥，你最有把握的应该是上面那一排吧？那个奇妙的药材。奇妙的药材。奇妙的药材，请出题。3分钟倒数，题目是。使用中药夜明砂能够清热明目、活血化瘀。那夜明砂其实是蝙蝠的什么东西制成的 ？A 大便 ，B 眼珠 ，C 指甲。来，你的答案是 A 大便。来，请锁定。夜明砂，你知道它吗？因为就是晚上吃了以后，你会发现晚上呢，像这个探照灯一样的亮。对明目有帮助。明目有帮助，现在研究还是有帮助，虽然它是大便。吃了以后不会死不瞑目，对不对？蝙蝠嘛，晚上嘛。它是蝙蝠的大便，请揭晓。夜明砂，恭喜答对。第二题，请选择。养生喝茶道好了。养生的喝茶道，2分13秒，请倒数出题。题目是。夏天的时候要喝什么温度的茶最能消暑 ？A 冰茶 ，B 常温茶 ，C 热茶。快，现在走2分钟喽。喝什么茶才能消暑呢？快，消暑消暑。夏天养生的喝茶道到底是冰茶还是常温茶？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时间在走，1分10秒了。好，冰茶，冰茶，冰茶，请锁定。认为是冰茶的举手，一个，感谢肖同文女士对你的支持。认为是常温茶的举手，一个。我选热茶。热茶。热茶。啊，有两个年轻人选热茶，修改不够。就是你在炎热的38度的那个夏天。38度，你怎么有香音？你为什么会有香音？可以跟我讲一下。我会咳嗽了，等一下。你不能这样对待一个肺现在生病的人。就是38度的夏天，你喝一杯85度的茶，你瞬间觉得38度没什么。好凉哦。
其实他讲的我也是这样认为，而且我去过外景非常多地方，尤其像印度那样非常热的地方，他们怎么样都是喝热茶，他们也不会喝常温，也不喝冰的，他们就是喝那个热的奶茶、拉茶，他们都这样子比较消暑。准备，请解答，请揭晓答案是冰茶。不是冰茶是什么？难道是常温茶吗？正确答案其实是热茶，比较温热的茶水。夏天真的是完全不能够喝冰茶的，因为你如果喝冰茶的话呢，会让身体误以为说，哎，你已经排热了，所以它就不会再有排热的机制帮你把热量散出去。反而是呢，你喝比你的体温稍高一点的茶呢，那可能会因此让你的血管比较放松，那也会让这个整个新陈代谢都增加，也可以帮助排热。所以提醒大家，夏天的时候反而可以喝热水哦。好，可惜了，毛巾我们在终极惩罚喽。拍手！真的还是要拍手？刚好六个人，两个两个命运啊，两个人拿奖，对，两个人拿不到，对不对？两个人拿奖，两个人猜不到，两个人被贬，哦，就挺好。带着猪鼻子试一下，没人投你就知道，你聪明，大家也是有感受的，好不好？可是我为什么会这样？对，我为什么会戴上这个鼻子？没有人知道，其实我也很意外，我也很意外。你刚才跳伞那一题吓到我了，你怎么呼之欲出的？连我都被吓到伞。他刚才最后讲跳伞的时候，我都快脱碰了。好明显。刚才我讲跳伞的时候，我以为他故意让又怀第三胎，我当时有这个想法。一孕傻三年。你的两下先来。防晕。哦，你看，好远哦。我吃。好想哦！不行，不要。一下就过去。不要啊！不会。不要啦！我是要把你怎么样？什么不要？手放下来。手可以挡一下吗？不是，不然呢？不然，挡一下。又要遛狗了，是不是？手。手放下去，好残忍！手放下去，手放下去，伸头一刀，缩头一刀。你打好了，可是感觉很累，怎么重来？没有这种事，让我重来。三年了，刚摄影机没录到，没录到。这盘真的很漂亮，完美了。这个按摩椅也棒啊，喜欢，对不对？好了，劳动是知识的泉源，知识又是生活的指南。你想要把指南和全员都能够兼得的话呢，记得周一到周四晚上9点锁定东森频道，追踪我们的全民新攻略。下次再见，拜拜。在社会走跳，总要有一两个益智题目放口袋里面，聚会聊天破冰都是很好的帮手，不要再考虑了，按下订阅的频道，加上小铃铛，全民新攻略，赶快来订阅哦。